嘿，好了，今天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的蜀汉战役，已经可以叫蜀汉战役了。反正我们今天就继续想办法追上这家伙，然后他就继续解决掉一些问题。Problem solver，solver。没什么目标了，坚持不懈。那我们升级这些城市建筑。All right。好，应该没东西可以升级，走。每天的一开始就是按下这个回合结束键。All right, another enemy， 哈哈。OK， 这应该不用 care。友军吗？他们不见了，跑掉了吗？什么？我不能选庞德，好吧。好吧，孙仁突然的跟那些武将大战300回合，令我意外。他们是不是潜入了？哦，不是，在那里。立马出击！有支援吗？没有哎。先围城。开战！前进军，看来我们只能拿下这个城市，然后看他会不会来跟我们打。击垮敌军！我军智略胜敌军一筹，攻占此城正合我计。应该是贡生大义，潜行不了。我忘了怀念这还可以告诉我有多少补元旅的。好了，反正不管。他会继续跑吧，我猜继续往前走，例如到新都去。Well， 发动农民。OK， 我不知道能不能走到。保持原样。OK， 一统天下，这样行不通。嗯，应该是可以。击溃他。拜拜。他只有300人而已。好，干得好。我等信念如一，这便是上天的恩赐。他帮我们消掉我们最危险的对手，他们受的苦也够多了，回去吧。一统天下，回家的感觉真不错。恢复一下公共秩序。Public order， 下降吗？我看错了吗？没事，有在提升。不要，升了没有意义。银川哦。有何吩咐？看来是没什么可以升级的部分。这边的公共秩序再提升一下。真是的。少了刘备之后，我们的公共秩序就开始需要担心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还行。说到这个。真的都关心哎，我要把它招募来用，哈哈，应该不用了。我势力都没有其他女性了。哎，好了，反正对吧，没差了。势力继承人刘旦，他还没有，他还8岁而已。哦，大概要15岁吧，我在想。OK， 所以有三个可能性的。Alright， 那他现在是皇帝，这边还有一堆孙家人，孙策也不知道他在干嘛，孙权也都没有生子。OK， 真奇怪。好了，反正就继续吧。我完全不知道孙策在哪里啊，应该都在主境。哇哦，他们损失好多。我觉得我很快就可以逼吴国退位、欸，逼他退位，我们就可以往燕国进发。对啊，我们就可以专打燕国人。打燕国应该不会比打吴国还要难，因为战略上的移动是比较不需要的。反正我们要打败吴国，他跑啊，他潜行。天哪，那代表我们还不能走，因为对，
他在潜行，我才不要冒风险去接埋伏嘞。哎，好啦，就算要接，也要看我的武将能力。哎，他埋伏在这个附近吧？哇哦，他们开战了。好、哦、，What？ OK， 因为独立了。嗯，好吧。快走过来吧！哎、欸，这边好像没有路哈。好，走呗。为了天下苍生，虽然这边的公共秩序是蛮麻烦的，但要这么高等哦，身为小型城才可以盖。廉洁奉公。先吧，哎，好吧，哪支军队比较可以去接那个埋伏？嗯，胸怀忠正，感觉这队就不适合。薄暮如丹凤，奸恶小人难逃我眼。好吧，我反等待敌军进入埋伏。对，我们反冷静沉着反埋伏吧。原地候命，让他以为沈阳没有人，他就会走过来了吧？他就会自己冒出原形。希望我们的计策能成功。看我斩尽天下乱贼！好，你升级了。嗯哼。All right， 这代表我们有更多的贸易吧？很高兴见到足下。没办法，好吧。没办法，吴国可以跟我议和，那我要求退位呢？啊，没人要。吴国看来还想要挣扎，那就给他挣扎吧。大人有何打算？升级城市，这就是我的打算。我应该不需要有皇城的，对吧、啊？反正我们这边都埋伏起来，看他怎样。他可能会出来，但也可能是往新都走。立刻群敌。对吧、啊？随便他，反正我们就各想办法就对了。下回合，看他们怎么干。他们有可能会回来，也可能会跑掉。跑掉的话就麻烦了。哦、oh, ，OK， 他们选择走另外一个方向，真是的。他们没有那个 ，All right， 也许我可以跟他一起打掉他。时局未定，不可定约。切，好吧。那他的路线要改变一下，不然我们追不到他。应该说我要让他堵住他，然后再让他们前进。This is a good choice。好，哇哩嘞，他变楚公国。哦，我们没事没事，我想太多了，我还以为他变楚国了，吓到我了。他是公国，所以没关系。监国，但他也快了，代表我们得赶快消灭他们啊！说真的。OK。哦，马上就拿到新的武器了，运气很好。哇哩嘞，又一个快要接近当王的。这样行不通。他已经 force march 了。为天下苍生。好，那你们过来。向前进军。莫要急。放在这了吗？好。正在行进。来来来来，全部。智如流水。啊，给我切回来。心如止水。全部来给他赶走、哦！三队人马，我就不信我会输。好啦 ，Goodbye！ 还想斩我的诸葛亮？诸葛亮暴虐把他杀了。我们损失也很少，损失对吧、啊？都集中在诸葛亮部，那就不管。光复天下。哦，哎、欸，哦，那是孙绩啊！哇、哦、，He dead。Oh my god！ 至柔如水，以应万变。嗨，你好。好，又说好了，加补人呢、啊？何乐而为？关某武艺绝伦，威风敌手。
那你就过来吧，威风武艺。这样行不通。准备来拿下沈阳城。智略所指，我之所在。向前进军，力求上进。他似乎没什么选择，他只能在这边等。当然，我是想要把这些家伙给解决掉。我不知道他们主力在哪，就是慢慢看吧。可能在可能在这吧。他下面也有城市，真难搞。好吧，他们现在也很接近楚，他们也很接近变成皇帝，我们得要小心，万分小心。好了，再看看，先结束这回合吧，下回合就可以补满。大义必胜。不得不说，10%补人速率这个真的很有用。定国安民，不能动。Not now。我看一下城市的部分，建业有不错的那个收入。OK， 已经有一个张飞。泰山呢 ？OK， 有赵岩。北海呢？北海有司马懿，还行。这钱有点多，这一定要我升级。算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先升级这个好了，因为这样我才可以盖那个公共秩序建筑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吧，下一个回合继续征讨吴国，看他们能出什么把戏。意下如何？你有病吧？你被我打成这样真是冥顽不灵。你比我弱你敢跟我谈？双方条款对你我再无益处可言。好吧，随便你，反正我一直都觉得你对我的帮。What？ 这是孙策，这是孙坚，对，这是孙权，孙权。You are kidding me, right？ 孙权带领这个，可是有不一样的。他们是内战吗 ？Wow, that is, oh, 蔡夫人，孙权不会是进去潜伏的吧？哦，这我正常，吕布跟镇江议和，OK， 完全不懂为什么这边又有这个又有这个，楚公国，对啊，他们都是楚公国 ，Wow, this is weird。我觉得档案已经变得很奇怪了，不过既然是兄弟，那我应该就可以谈一些东西。狗贼有话快说，一见你就心烦。他居然叫我狗贼，没事，你也不想想我们的那个领导是谁？不要，看看能给他一点垃圾，看他会不会接受。这不是。那这样会不会接受？他接受了。OK， 所以说是这个占卜技巧可以给他一点这个信心，就对了。好啊，我们就组联军吧，避免有什么问题发生。那就如此吧。好，跟他是联军了。我们可以要求他退位。没什么好谈的，所以我们可以邀他退位。所以他们有可能退位，但他们退位可能就变麻烦。You know what? Not now. 提倡统一，没有人，他们都不肯吧？不可能跟我提倡统一吧 ？OK， 组成联军，虽然很瞎，但我们是联军。这可以看到一些曹军，了解。关某平生最恨叛贼小人。走，大家快走。不断前行。你就留下来管公共秩序。以柔克刚。建安这边的城市在这里。前进。他来管秩序。下一个就沈阳城。
们再一路北，一路拿下这些土地，基本上我们也得跟燕国打。可是燕国的麻烦就在他有袁熙罩着他，啊，麻烦死了。反正我们一定要先解决吴国，我们再来看吧。哎，我最怕就是他们也当上皇帝，真是的，难以抉择。我已经可以被我宣退位了，只是我。请君三思。哎 ，no。鼠目寸光，不知好歹。哼，我为什么要退位？白痴吗？与我等共赴战场吧。红蓝蓝是我之前的盟友，对吧？我就知道。哎，你自找的。I can't, damn it.有可能会跟他们打，哎，如果是跟他们打，还望足下赞成。好啊，哎，他们也赞成，那我就赞成了。足下才智与我暗合。Nice， 我们的联军一下就多了好多人，而且都是我所希望的盟友，那就太棒了。That's great. That is great. OK， 镇江跟燕国宣战。哎，果然。跟燕国，哎、欸、啊，我们既然现在有这两个盟友，也许我们可以直接对他们宣战了。因为我觉得有众公国的帮助，我应该就比较有信心了一点。对啊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觉得这样比较好。如此只能平添祸乱，英勇奋战，奋勇杀敌。过去，啊，也是不需要做任何事。诸葛亮为什么那样拿剑？百战不殆，威名渐传。损失有点多，但没有东西损失，这也是。吾等大意，必将降临此城。好，的确。好，升级。参见大人。升关羽的级。先这个好了。势如狂澜。出发，言之有理。我不知道需不需要这个，但是没意见的。哎，但是只给我200块，算了，我该。这边蛮多工业建筑的。Right， 维持秩序。此为苍生黎民之天下，非暴虐诸侯之天下。这边太偏僻了。我不在的时候都发生了些什么？这边太偏僻了，我们只能这样。莫听奸臣，这边真麻烦。我们就只有一个铁矿跟一个大臣。算了，反正他们还是要被我打的。不，这边还有一些军队。但就像我之前说的，我想先解决孙武。孙武解决掉，再解决他们吧，应该会比较可信。哦，有叛军，29，那公共秩序加蛮慢的。悉听尊便。嗯，哎，三回合而已，还蛮快的。哦，盖吧，变大型城市。他们还没升好。Reform time。我们有御龙军对吧？我们可以换御龙军对吧？已经有了，嗯，这是哦，这是哦，这是重型铁甲骑兵，这是新的单位，新加入的单位，没想到蛮快的，而且这边就可以用铁甲骑兵了。这边给我什么？胡马。哦 ，OK。但是我现在不是需要这个东西啊，这边还有弓骑兵。需要这个私塾吧，虽然很麻烦，但我们要有后面的话，必须要有这个。对，而且这个有减免10%的心想，应该有用。因为我现在给司马懿一堆植物，所以说现在他很有钱。
恕难从命。这是谁啊？他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好吧，我的错觉。不好意思。好啦，五湖已经差不多了。我们这边北部还是有两支队的，算了，正常。我们之后就可以调一支军队回去，所以没什么差。继续把五湖给剿灭，就剩这两块，还有要走到这边去了。我不太清楚我能不能亲自占领，就是因为感觉我的盟友就能干掉他们。你我齐心，定能治运天下。接受吗？你我言语轻快如流。文兰文是谁啊？他呀，那没差，我已经跟他宣战好几次了，我就一直被邀请，然后我就一直加人，然后反正又赶不到我，然后就一直给他加。燕国跟吴国议和，好，我加入。What？ 恭喜你，这是谁？北海。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行，拒绝。我会再给他一些钱的，应该说我会再收容他的，没差。不能让他判就对了。吴鲁声色，正在行进。我想我们可以自己拿下这里的所有东西啊，不需要靠人了。我倒是想要换点单位，则屏息凝神。好贵，但是算了，这些强力单位还不错的。此行无身，千善改过。关羽就这样休息一下，我就继续管公共秩序。虽然每回合只加二，但总比没有加好。然后这边终于可以升东西了。这边很多农场没错啦，可是，对啊，真的有必要升吗？算了，农业重要，农耕也很重要的。主公召我，快升级完成了，拿起武器。没钱，好了，没关系，下回合再说。曹军在此，不可能这样做。应该说，七饶军在此，他们应该只剩下四个据点吧？对，就这四个。OK， 力求上计，功名震天。我想他们应该没办法防御这里吧？再说了，跟走海上吧，跟。但是我能在哪边上岸？这里，这边已经够了。定筹壮志。马上就掉了，算了，没关系了。要消灭曹操，我是想要，要消灭七扰，我是想要一举就直接全部歼灭，所以说很重要。OK， 燕国还是很不爽，吴国当然不爽到爆，他们也很不爽。你们到底在不高兴什么？好吧，很好，继续下回合，继续作战。很快我们就可以把吴国给剿灭了，没什么了。对，吴国在这边，如此对我方再无益处。为什么 ？Acknowledge。OK， 因为我都要宣战了，是吗？好了，反正打就对了。原来是山洞的，我一直想说奇怪，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会突然宣战 ？What the fuck？ 住口吧！为什么要住口？拿起武器！哈哈，御龙军，两队，好了，一样。敌无良谋，须臾可破。很多了，正用得上此城。很好，铁矿，治行天下。Minecraft， 我们是铁矿。没有，继续前进。
换关羽吧。哇嘞嘞，那我看来也得拿江陵啊。哎，他们刚拿下城市，哼，蛮大型的。好，让诸葛亮换诸葛亮管理，然后我们直接进发这样子。淳熙守镇，正在行进。过来吧。每次过河都要过超那个超久的。大人亲临，士气大振。居然不加嘞，真是的。啊，随便。张飞在驻扎。大人到此，蓬荜生辉。嗯哼。北海，北海，北海，血雨相思。我的城市要暴动啦！好了，没有，不要突然唱这种歌。这为什么没有用？需要改革啊！算了，没差。他们是不是在跟他打？话说他们都有传奇护甲哎、欸啊，不管，继续进发。我就怕某个人会突然自立为王。哎呀，反正赶快解决吴国吧，解决吴国跟他的从属，我们才可以打燕国。哎，麻烦。他这边有一个蛮边，一直在这边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去选择跟他对抗。我的对手哈，啊，反正他会自己过去跟他打的。他们应该是真的撑不住了啦，只剩下这样而已。是翁龟变成谁的从属啊？他应该是我敌人的从属哎，不然怎么会显示出橘色？哇哦！哦，白痴哦！这真的蛮白痴的啊，不能说。根壮而后枝叶繁茂。好了，关羽继续前进。再两回合啊，有三回合啊！扫平宇内。我看一下走到那边需要多久。它上面写了两回合。我命不当如此。好吧，我们只好强行军一下。振作起来，心怀大义。对，没东西，随便能拿，随便都能拿。整装待发。为了天下大业，直接撸过去吧。完全没带钥匙，与谋士商议。不知道他会不会跟我们一起打？如果我邀请他们的话，赵云还在这边，不可能这样做。赵云，然后这是应阳跟智父，主公赵武。哎，比较麻烦的是要对付孙元熙啊，我不想跟他打。你看他们两个还聚在一起，是无知匹夫，好哥们。哦，我还不能这样子。因为他们没有人来帮我，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来帮我找他们，顶多哦，他有一个从属帮他一个忙。如果我有立从属的话，我也可以让他们这样子做，就是保卫我的城市。但我不想这么做，说真的，因为他们是让来。Alright, upgrade this， 给我赚钱。这是城市，没有大必要。狼爷、美德森、泰山都没有东西，食物又不够了，没什么生，没有什么生的权利，因为食物不够。吴国依旧想要做垂死挣扎吗？他们被打败了，他们应该不可能拿回什么城市的，他们只是在乱跑，想要打。来说说你怎么想的吧。哎，好，
我他们都不爽，但我接受了。足下深思熟虑，他是我们的了，英明决断。What？调解调解，调解调解。哦，因为一堆人想跟他们打，我只能调解。好了，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从属了，他们应该会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首都，现今的首。什么？他死掉了？哦，好啊，诸葛乔哎，哎，但啊，算了，让诸葛乔接吧。悉心节欲，待时而发。哈哈，真多哦，他们也刚好可以跟他挺，好吧。啊，好吧，他死掉了，他老死了。廉洁奉公，诸葛亮部吧，对啊，就交给你了，诸葛乔，他可能是诸葛亮的儿子之类的。万物失节。Alright, you go there. 出发。我们是该时候跟他宣战了。OK, 大型战胜一下。主公尽管吩咐。升了，我们才可以盖那个公共秩序建筑，才不用一直这样子弄来弄去的。Alright, let's go. 保持原样。Take this. 扫尽天下。Yeah.世人每论英雄，必传关某威名。好，百姓定会单食胡浆，夹道欢迎。什么东西？嗯，好吧，随便了。哎，哦，脱离不去，就是从这边走掉而已吧。他是谁啊？看一下。司马懿不可能吧？梁袭，这个吗？可能是这个或这个吧，谁知道？啊，他，我原本没有要招募他，结果他还是被我给我招募出来了。他还是我的人吗？哎，这是曹真哎，哦，应该是他吧？对吧？应该是刚才曹真，看他怎么听着像曹家人。啊，算了，嘿，司马懿，我可以继续给你钱，不要不高兴了，好不好？大将军了，他好了，对啊，他好大将军，老大、啊。这能干嘛？没有什么屁用。我一直没被卧底，知道，所以当然没什么用。嗯哼，这可以加他的舒适度。OK。长沙我们也拿了一小块土地，非常尴尬。好啦，反正接下来就看我们能不能撸到这边去了，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所以各位等的，我们就要下一集继续进行我们的征伐，彻底把巫国给消灭，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实力。现在我们也不能逼他退位了，我们只能看与时俱进了。当然我们能让诸葛亮跟这位将军还得想办法解决掉这些问题，这些曹操问题。我只好给你们招募一些单位。这些都太贵了。对啊，基本上只能用招募这些东西。大概要把他也派回去吧，一起来帮忙我们讨伐这部分的东西，因为兵力太少打不起来，对吧？所以说要这样子走。莫要急躁，没关系啊，就减二而已。这里的话要作为我们防御曹操，这个家伙的第一阵线。这样行不通。那这边的单位还不错，可他的城市是一般的城市，没什么城防。好了，下一集我想我们就大概继续让关羽前往那个哦，这带部分继续拿一些小东西。其实这样分散土地并不是很好，但 我没有别的选择，如果各位懂的话，我就没有选择，我就只能继续去拿这些东西，想彻底把吴国给削弱之类的。然后吕布居然在这边有东西耶，这是他最后一个地区吗？应该也不是。没有首都的符号，应该是还有别的地方。
哦，对，我看到吕布这边还有东西，但是也不知道他到底界限在哪里。然后这边也有袁熙军啊，这很烦。哎，总之袁熙在这边之外，还有这边，对啊，我们只能想办法煽动他跟众公国打了。哎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结束，我们就下一集再见。啊，吴国应该可以算是彻底消灭了，只是我们还有燕国的要解决。好，就下集见，拜拜。哦，希望不要有新的网友窜出来。